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oday's story is about国王和哈桑经常请朋友们吃喝玩乐，而朋友们把他的钱搜刮这个所剩无几了，就一个个疏远了他。 哈桑再也不敢轻易交友了，可他又不甘寂寞，因此他决定只和陌生人交一夜朋友。这天，他照例坐在桥头等夜友。一对商人打扮的人走了过来，他们是乔装出游的国王与侍从。 哈桑不知底细，上前邀请他们来家吃饭。二人特别投缘，哈桑借着醉意说出了心中的不快。国王提议和他做朋友，哈桑摇着头说：“天一亮，两人还是做陌路人吧。” 国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而哈桑的酒杯里已被他偷偷放了麻药。哈桑喝下那杯酒后，就倒地不省人事了。国王命侍从把哈桑带回自己寝宫，让他做一天国王。哈桑一直睡到晌午才醒。 刚睁开眼，一个宫女对他连呼陛下。他环顾四周，金碧辉煌。他问大臣们，大家都说他的确是国王。一会儿，宰相恭敬地询问他有什么吩咐。 他想了想，现在可以惩罚讥讽过他的那些人了。这是哈桑最快乐的一天，但他又郁闷，没有一个能谈心的朋友。晚宴上，国王悄悄命人马倒了哈桑，半夜时将他送回了他自己的家。 哈桑再次醒来，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，但他心中总是念着那个商人，觉得跟他很投缘。一天，国王又来到哈桑守候的桥边，他说他非常渴望。 有个真诚的朋友陪在身边，哈桑恍然大悟，原来站在面前的国王就是那个商人，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。 真正的朋友不能是暂时的，也不能经常更换。真正的朋友应该相伴终生。搜刮，搜刮。 不甘寂寞，不甘寂寞。
朋友，朋友。底细，底细。投缘，投缘。提议，提议。九，九。麻药，麻药。吩咐，吩咐。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